从早年丧父，很可怜的。只要他心地不坏，先交交朋友，了解了解，啊。真是他前世有仇啊，什么都要跟我争。好意思，我现在好忙，要晾衣服，待会儿再陪你聊啊！你就记住，谢谢你啦！哎，你一定是色盲，要不然就是白痴嘛。来，这个红的比较漂亮，给你，不适合你。哎，你不知道这不是你的 size 啊？真好笑！哈哈哈哈哈！明天早一点啊！不会是 size 四个？哎呀，还是要我自己来，真是的，做事没头没尾的。张大妈，哎，您别忙活了。对，你也坐吧。哎呦，我可坐不住，我那忙着呢。张大妈，你别走。吃核桃。你家就住在胡同东部的那个农场吧？哎，院子很大吧？哎，大。啊，哦，你和你爸一块住吗？对。怎么了？你干嘛一直拿这个钳子？这是夹核桃用的。啊，你看，哎呦，来，来，就这么夹，一夹就开了。嗯，夹得真好。你看，哎，这不错，这核桃是新下来的。啊。你不吃核桃吧？吃还是不吃？啊！哦，你吃核桃，你看，来，一夹就开了。
你们在这干什么？走，放下。走什么？对不起啊。你敢破坏大人的好事儿，我告你爷爷去。别告诉我爷爷。那先记下你这笔账。走，现在请去。那老阿姨怎么了？篮球场等我。是。哎，上哪嘛？你看，我高一不在，他们都成什么样？这些小崽子，我得去了。六级小姐，你接着嫁核桃吃。哎，杜仲，杜仲，你吃核桃吗？我当然吃了。来来来，张嘴张嘴。教练，教练好，教练。还想不想练球了？想练，想练还胡闹？没胡闹，就是我没胡闹，我们是关心你。嗯，教练，我们是为你把把关。像我们教练这么帅的，怎么也找个像王菲那样的。今天那个哪行？就是脖子太短，张大妈净干着没准的事儿。嗨，张大妈是好心，小孩儿别胡说。哎，我们没胡说，就是王菲不行，怎么着也得是张惠妹呀。这多大事？张惠妹谁啊？胡同里面煎饼果子那个，张大爷，哪儿啊你？教练，这方面我得给你补补课，怎么也得跟上时代潮流啊！张惠妹是长得特酷的歌星，对。球还练不练？练。哎，那姑娘怎么样？脖子太短。小五说的。你又跟着下红道去了。脖子短没关系，主要是能够操持家务，能干，贤惠就行。对。你也嫌这脖子短？我没有。那女孩脖子一点不短，我觉得她挺好。挺好。回回都说挺好，可到时候就没下文了。人家张大妈是个热心人，她给你介绍有三四个了吧？不止，有七八个。九个，第一个卷头发的，第二个有小孩的，第三个……做你功课去。爷爷问的。我们着急呀，这都是瞎着急，也不知道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伤心的。我没什么要求。合适就行。合适，那就更困难了。小五他们说张惠妹好。张惠妹是谁呀？张惠妹。爸，您别听他胡说，根本就没有是一个什么什么张阿妹啊什么这么个人。再去我妈吊嗓子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
电梯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我担心他赶不上。不成的，他是我们的形象顾问，他不来我们不敢出场的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哎呀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25号，进来。就是个大活人，哥来，快快来，到我们的人了，哥了，再给他，他还没到，不行啊，不来你们演唱，没关系。不敢唱，不行的，大哥，啊，走。杜龙、杜虎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吗？不是，是两个人的名字。两个人的名字怎么一个出生日期，一个家庭住址？我们是双胞胎兄弟。啊。好吧，你们两个要是都好我全录取，要有一个不太好你们两个我可都不要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那开始吧。等一下，我们还在等一个人。你们总不会是三胞胎吧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在等我们的形象顾问呀。什么顾问？对。那就开始吧。1, 2, 1, 2, 3, 4，两颗心回到最初，运转生命的赌注，用真心化成地图，爱情不再荒芜。你是神，我是神谷，你是云，我化成重重烟雾。不管身在何处，两心相伴是幸福，两心相伴是幸福。郭K包飲食集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得個兩差幾人民幣點啊？唔係啊，只要諗下計揾錢至得啊！翻香港又怕大雨窿，喺度又坐食山崩。唉，哟，刀哥喎，哇，好大啊！哎，陈先生你打？我找刀哥。哦，刀哥在这边。好，那首歌歌。好，谢谢。豆哥。你唔好讲俾听，你阿陈刀行不改姓，坐不改。
大佬都大佬，喂，超，我冇做大佬好多年咯，唔好叫我做大佬好唔好啊？我而家升做师傅啊，嗰啲咧，点解你要搞你要搞？唉，你又冇办法啦，而家呢个世界搵食好艰难噶，咪求其咁咪搞啲老衬衣做下咯，系嘛？好难为老衬都话十万几难捞嘅话，所谓啊，留下老衬系嘛？而家喺呢個大陸裏邊都會走去打劫咩？一打劫嘅時候，人死，好多人打下佢。我唔做呢樣，積翻陰德啊！依家長命啲嘅，係咪？咁我諗呢份工都唔係好啱我，有冇第二份工可以揀我做咧？工我就真係好多喎，老友又多啦。我朋友話，佢有老友咧，就係喺下邊嚟咗上嚟，咪喺下邊上嚟。呢度而家成間鋪咁上去，係啊，上嚟呢度咯。咁而家就搞緊咧，啲導遊公司搞導遊嗰啲，帶女出街嗰啲啊。